有感，盐菜溪本人拿来种水果时，苗栗农工的好产业特别用油感来做主题，探讨油感的抗氧化能力。一百参加全国各种土种苗期课程，得到为体检的功用，为推报级别全国赛。希望大棒课程不要涵盖到人的饮食，涵盖做老祖工的滋味。苗栗农工化工科的学生的王志清、钟家亮同刘义清，此时就在不同人的带领下，分别对油甘的有一团东南甜饼体的回忆，希望大帮科学的力量，对应适应神奇的果子。小时候的时候，阿公就是常常拿出这个果实，在我便秘或者是吃不下东西的时候给我使用。然后上高职之后，接触到一些比较化工的东西，所以想透过专业科目去了解油甘果它的抗氧化力和总分含量、营养物质这些。都没有听过这个果实，它却有这么强的抗氧化力，所以想要透过我们的研究，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这个东西。高中请示总工，要摆土种苗期课程，好讲总共得到一天油、两油等同七个高中的成绩，总得将书同新竹五中，恐怕是摆到分期第一。希望当年的先修体系课程在线上的带领下，安尼好上个，就做对弹性同次组的方式来加强本质功能。同学无论是读什么样的学校，只要你记得从你的本职、从你的专长来发挥，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成绩。主题探讨油甘麦的抗氧能力，各站动作没有好上诶，用种马来做皮雕，探究红曲抗氧化发生也了研究，得到了以后的成绩。高峰希望同好国的知识同提防性压力结合来，比提防皮油出含卡多增调经验出。学习本用的诺苗栗波涛。